看来我是低估了整理房间的困难性，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整理还蛮久的，因为你看我现在整理2个小时，我才整理好这一小格的空间，我房间这么大，这一小格我就整理2个小时。那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一格里面有的东西，那我就挑几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把这整个整理房间的影片把它裁切成一天一个小部分这样子来做分享。